本网站集结1600多名网友，票选20至30岁间最具人气的韩国男演员。榜上的第五名是南柱赫，网友评价他既清爽又阳刚，具有特殊的反转魅力，哭戏爆发的样子也很吸引人。第四名是脸蛋天才车银优，他拥有优越的长相和身材，就像从漫画中走出来一样，散发着无限的魅力。国民弟弟于承豪获得第三名，童星出身的他不仅颜值没崩，演技也持续稳定发挥中。第二名则是大受欢迎的朴宝剑，网友点评他演技自然，拥有温柔清爽的气质和可爱的笑容，让人不自觉就被吸引。冠军由防弹少年团的 V 拿下。过去他曾出演韩剧《花郎》，为大众留下深刻印象。那张连整形医生都认可的完美脸蛋，确实魅力无穷啊！难怪能在众多演员中夺得冠军呢。